Yo， 欢迎收睇波子玩 RPG， 系啦。咁今次咧呢只 game 咧就叫做怪异后群症，亦都系观众推荐俾波子玩嘅一只几过瘾嘅恐怖 RPG game 啦。相信啲故事都系唔错嘅。好啦，我哋开始。落紧雨嘅晚上，诶，我间房喎，我系神代游街，一个人玩捉迷藏嘅方法。我喺电脑啊，我上紧网系嘛？准备嘅嘢咧就有玩偶啦、米啦、针啦、红线啦、盐水啦，同埋啲刀啊呢啲咁样嘅利器物品。吓、啊，佢想点啊？佢想自己玩一个一个人嘅捉迷藏系嘛？事前准备一将玩偶嘅棉花倒晒出嚟，然后将啲米咧代替塞入佢个菊花入边啊嘅步骤二就将自己嘅指甲或者系血放入佢呢个玩偶入边。用呢个红线缝合住个缺口。步骤三，浴缸摆满水，仲要确保隐藏嘅地方有一杯盐水。吓，事前准备好啦。接下嚟就系确认执行嘅顺序咧。啊，点解咁无聊喺中间喺屋企玩啲咁嘅游戏咧？系咪？即系俾咗你喺屋企忙无聊，你又不如上下网 check 下 Facebook 好过啦。点解玩呢啲好似啲咩碟仙啊，啲乜嘢咩仙咁嘅游戏咧？系咪先？系玩就一齐玩啊嘛，冇咁惊。收到嚟自自由街嘅联络，已经系凌晨三点以后嘅事啦。佢冇可能喺呢种时间打过嚟嘅，一定系发生咗啲咩事啦。游街打电话俾我，佢嘅留言入边冇任何记录，但系我知道。有啲乜嘢不祥嘅嘢发生咗？应该游街嘅朋友嚟嘅，啱啱讲嗰啲嘢。哇！啲音乐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恐怖啊？啱啱开始啫 ，Chapter One， 一个人嘅捉迷藏。诶，有人敲门咯。哦，阿美琴，晚上好啊！深夜来访真系好对唔住啊！请问游街系咪屋企啊？我剛才對白應該是美琴說的，因為燈仲著住，所以就不好意思打攪曬了，外面呢雨落得很激烈啊，叭叭叭叭咁聲啊，所以呢就俾我避下難啦，係咪？果然都好失禮呢，喺呢個深夜嘅時刻。啊！啊！頭先係男人定女人嚟嘅？好似係男人啊，男人聲大嗌啊！佢应该系打 LL 输咋？啊！你开大技啊，打马斯啊，系嘛？应该上边嚟噶，我觉得系。咩声啊？锁住咗，我听到啲奸笑声喎。诶、啊！游街？吓、啊？头先个女人声嚟嘅，但系游街嘅声音系嘛？点会噶？游街？佢应该是很重要的朋友嚟嘅，一见到就即刻尖叫，俾咗我应该呆咗，跟住就拍下自己，我咪发梦啊？唔系喎，啊，跟住先尖叫噶嘛？诶，我喐得啦，游街吓，咁、啊、我应该报警咧，我应该报警喎。暂时如果见到啲朋友，见到我个朋友系搭咗喺度呕晒血咁样，佢又不省人事。诶，呢度做乜嘢嘅咧？佢间房系个玩偶噃。好靓嘅花，我怀疑应该系游街咧玩嗰啲咁嘅召灵咁嘅游戏啦，跟住就大镬啦，就濑嘢啦，系咪？一个人嘅捉迷藏，我哋望下边先啊。依家网游去边嘅咧？诶，出去哦露台。诶，望得下边有啲嘢喎。诶，有边个啊？呢位阿莫念。哦，阿妈念，阿姨，边个阿姨啊？哦，即系游街，游街阿妈系咪啊？点解发生咁嘅事噶？啲音乐突然之间又变翻冇事啦，我嘅，本来好紧张咁，谂住冲落去望下究竟发生咩事嘅，算啦，我哋落去啦，都要落去噶啦，系咪都要落去嘅？望下佢妈子发生咩事先，你出去。诶，被一股无形嘅力量封锁住啊！出唔到去，唔系啩？
即系我要喺度，咩事啊？我谂住 check 下个屎坑有咩事啫，喂！二楼传嚟咗尖叫声，唔通今次系游街老豆？我 check 下个屎坑啫，唔使咁啊！傻咗噶，呢一间啊入过啦，呢两间房都系同一间嚟，都系游街间房嚟。诶，即系个老豆啊，系咪咧？叔叔，点发生咩事啊？人奸笑，我有血迹，我见到道门后边，唔系系咯？咁我咪应该 check 下道门咧？等下先。唔想睇啊！我都唔想睇啊，大佬，系咪因为阿叔佢未睇收，所以你唔想睇啊？佢冇啲英俊嘅样系嘛？呢道门有冇嘢噶？其实 ，hello， 好残忍啊！做咩啊？喂，系咁拍门喎、啊？你拍乜嘢啊？拉开佢啦，拍！唔系 beatbox 嚟噶。做咩？只宋慈雄追住我，做咩？咩？喂，大佬，等阵先，宋慈雄，喂，咁系女仔嚟嘅嗰只宋慈雄。好啦，啱啱因为冇 save 嘅关系咧，我又重新行多次，咁所以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唔系好惊嘅啦。出嚟啦，宋慈雄跳机，真系唔系 YouTube 叫宋慈雄啦，我嘅，我系呢只 game 嘅宋慈雄。知点解佢系佢好中意玩 beatbox 噶嘛？卜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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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哇走啊！只熊仔追住我，救命啊！走！哇追住我出嚟，哇走啊 ！Hello， 拜拜。行得好慢啊，其实佢，定佢卡住咗啊？啊，佢系卡住咗噶 ，OK。咁即系我可以唔射佢啦，系嘛？我唔惊佢啊！我唔惊你啊！我落去一楼先。啊，哇！佢追得好近，等先。Hi， 喂。哇！呢边咩？冇路行，喂！呢边我未行过啊，大佬。好啦，佢出嚟啦。Come on， 追我笨。Don't no bullshit。Come on, man。Come on， 我哋玩捉迷藏，呢、這个就系所谓嘅一个人嘅捉迷藏啊嘛。佢好鸡喎，佢真系完全卡住咗喎。算啦，对于我嚟讲，巴士系无敌嘅。可以等，我出唔到去咧。Holy crap， 出唔到去。Oh no！ 呢间房有冇得啊？锁住咗，不过佢系卡紧嘅 ，OK。佢靠咗一埲墙度，所以我应该唔惊佢噶。喂，哇，啲花樽要喐嘅喂，大佬，咩事？等先，定我应该着住到制服就懒 Q 啲咁，仲揸住把刀想劈我，过嚟啊，捉我一笨。哇，呢一个花樽有咩用嘅咧？OK， 我可以攞个花樽嚟掉佢，跟住就咩声啊？救护车嘅声音，你都 save 一 save 先。白车嚟咗啦噃，救我啊！白车啊，我要走啊 ！OMG， 我开唔到门，咁架白车系点入嚟嘅咧 ？OMG， 佢食紧嘢，嗰只松子熊吔紧嘢。見到了 ！Holy crap！Holy crap！ 救命啊！走！哇，我都好快冲上！哇！走！哎呦！我呢边，我呢边。Hello！ 哇哦 ！OK， 我哋逼一逼佢先，向另一边走。边一度仲会有花樽咧？呢个时候真系要揾下先得。反正佢又卡卡地啊，佢中意卡关。哎，有张凳喺内，用咗张凳喺内。睇先，喂，走，喂，入去，真系，系啊，捉迷藏嘅嘢就系咁噶啦，过嚟啊，丢你，死蠢，啲音乐咧有啲似赌圣，我觉得系，啱啱系呢个周星驰写出咗呢、這个，丢你，死蠢，赌灯系嘛，一嘢就
唔知啦 ，OK。总之我暂时避开咗嗰只松子熊嘅追杀。我咪应该喺间屋度揾啲咩线索嘅咧？我冇理由系咁漫无目的咁样俾佢追杀噶。呢度锁咗，唔行得。其实我觉得呢只 game 咧系有少少青鬼嘅概念嘅，虽然我就唔知边只 game 比较新，边只 game 比较旧啦。咁其实佢嘅玩法都系非常之相似青鬼，即系无啦啦会弹只嘢出嚟。只不过青鬼咧就要匿埋，佢就唔系啦，佢就要揾武器啊，揾武器 box 湿嗰只松子熊。OK， 衣柜入边放咗好多衫，电话线被 cut 断咗，佢个花。好似有啲乜嘢咁？诶，有佛坛嘅锁匙，哇，好大张床啊 ！OK， 佛坛嘅锁匙，即系呢个时候应该去佛坛啦，系咪？锁住咗，我哋 save 一 save 先，系啊，因为基本上呢只 game 咧系流动 save 嘅，即系行到边都 save 得噶 ，OK， 所以就唔需要担心话去到边度突然间要重新玩过，最紧要有 save。暖被桌，诶，电源开住噶噃。而家都唔系睇电视嘅时候啦，呢一个好似系空嘅喎，呢度摆住啲餐具，摆住啲高级嘅食材，炖菜，好多调味料，好似好好用嘅菜刀。我觉得咧，嗰只一过嚟嘅时候，我可以立住菜刀一嘢劈落去 ，OK。cosplay 啊啦 ，cosplay 啊啦，扮熊仔啊啦，扮熊仔懒 Q T 啊啦。OK， 佛坛嘅锁匙我咪可以用呢一条锁匙先。模型嘅两封锁住，睇先道具唔可以用喺度噃。个佛坛喺边度咧？揾个佛坛先。Let's find a 佛坛。喂，冇灯喎呢度。Hello， 摆住啲漫布，有啲酒臭味。压碎咗嘅寿司，玩具食嘢，冇可能噶嘛？啱啱见到嗰只熊仔食嘢就系、是。已经变冻晒啦，听嚟好似好味嘅饺子喎，睇嚟啱啱食过啫喎。嗰只究竟去边度咧？嗰只又唔见咗只嘢，望下钟先，冇乜特别啊。佛坛哦，呢度 ，yep， 开咗佢先，好似有啲嘢喎，有火柴。好啦，而家我就系呢个卖火柴的少女啦，耶、！我从此以后就开开心心咁卖火柴过生活，然后就储钱买架林宝坚尼，耶、！呢度个暗格喎，系咪暗格嚟喺度？另一边放住鞋柜，无法通过呢条路，恐怕都冇办法用噶咯。行翻转头先咁，暗格。OK， 暂时我哋有火柴，但系火柴又有啲咩用呢？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冇错啦。咁我哋都有一排冇玩 RPG game 啦吓，咁唔知大家中唔中呢个系列啦吓。咁如果大家中意，记得 like subscribe， 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波子多，波子基，拜拜。一个人嘅捉迷藏嘅解决方法就系、是，Holy crap， 佢应该喺后面。Oh no， 喂，唔好啊，唔好入嚟啊，大佬。Hello， 你好。